不要弄你，给你弄。偶像男团出身，会画画搞笑，又会主持综艺，还会演戏的全能丰田，这次新手演员张在兴在新戏医疗喜剧《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》中，共谱 BL 男男之恋。红野啊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很喜欢他。如果这支签诗是你要赐给我的，也给我一个圣杯。这意思就给我勇往直前，不要怕。我要弄你，对。给你弄，我都好。阿鬼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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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开。节目预告一出，让人好期待这对 CP 的发展会是如何呢？我来采访组整理报道。